是首次雅马哈开创的一个新力，在这个就是线上拟真摩托车竞赛的首例。我觉得雅马哈其实真的是很特殊，因为他们不只是造车，是他们连活动都非常的创新跟大胆。你们等我嘛？往后面，你们怎么等我嘛？逆向，你逆向，很近呢、欸。见过啦，拜托啦，你不要啦，你走开哦、喔。哦，我已经完全看不到叶子哥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迷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呢跟到了现在呢，不管是就是选手啦，我们自己也觉得看得在旁边其实是对是非常热血的，希望大家呢有跟我们一样的这种热血感受，一起来体会我们这 RDNA。